吴敦近日带着老婆和小孩一家四口来台湾，不仅朝圣了101的烟火秀，还带全家重回了当年他出道的地方。他在网络上发文写道：第一次带全家来到我演艺生涯开始的地方，住了整整六年，曾搬了三次家，回忆满满，我们的2020年就是这么棒的起飞啦。字里行间洋溢着幸福温馨。除了重游这具有意义的地方，吴尊还带着家人到十分车站、平溪老街、房天灯，相约了刘畊宏和孩子们坐猫空缆车，一群人感觉玩得超热闹。而网友看到照片，纷纷留言大赞，真的超幸福的一家人外，也直呼带着家人重温以前奋斗过的地方，好有感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Happy New Year! Yeah, Happy New Year, everybody!